瞬间勾上去，这当然发生，因为塞工安会妨碍到施工的一种迄条，所以即马我后边这支哎，这即马高咧，好高，这加只加只加快咯，溜掉的啊！哎，这种螺丝都是防松脱的。啊，这个怎不离啊拉手，爱先刹住。我先看咧，好啊，再刹住，大粒包皮。哦，这呐，哦，这头前佫加一种什么大料的，这到底唔知偌大丸哦。哇！哇，这下大料诶！反正应该挪一挪，这样小可，小可啊！迄无要紧啊，以后再讲啊，以后再加大地图啊，换未了啦，好法度。哦，卡钳螺丝对上。来，你看这支狗骨也要收吃，啊，这支叫伊这个买，唔知到底被红堆，哦，这个伫一罐顶，哎，这个可能是车底下的款。对了，那个收在车底下，防情感的力也欠。完了，无吃，搁内底一挂。正常爱夹一支仔落，落去平一下，这里来弄一下，差一点点。我再看有帮你平敢好？啊？啊，插袂落。啊，我有了，进去了。好。哎、欸，白龙熊我那个动呢？单手印怎个在动呢？好，偷偷拍过。所以咱这单手印进矿老老歹用呢，所以哦一下子就干过去，没有一下子就通过去了。这时阵呢，咱这个石盒，咱这石盒都在接着，等下通过去了。我这个看一下这边，嗯，就这机器到底是不是收的？怪事啊！这支可能，嗯，嘛无看数字只安尼怪潲。哎，塞这支到底买啊？等下要摊地啊？啊？这支拄啊，原底是摊地。啊？哦，摊过来这边的嘛。我想嘿，我想奇怪。嘿啊，摊那个地，我想奇怪，那先甲寄伫遐尔。我先甲。塞伫咧遐串呐。我阁即马咧哦，你说你即马咧调个高度是，你用这力压枪落去算，迄落迄落啦。用力压枪落去判断啦，所以用这伤长啦，所以这个距离要让它抓下来。哦。不离拉手啊，哇，它这边的距离是不是有慢慢变下去啦？哇，所以王姐呢，白龙雪今天只睡一个。1.5小时真的是非常值得的。进来了，应该给我加一挂。大约啦，大约啦，因为迄落黄金感嘛，现在春秋咧。所以这边倒一座窟窿，那不简单呢。好，进来了，这个高度的形成又刚好。啊，白书这咧用拢较细心。哦，要喷啊！力压枪，啊，这力压枪也还好啦，
你要呛，以后如果要换，没有跟结构没有什么影响。那现在这边大概用好了，我们来关心一下。我这一根。哦，来这边看一下。哦，这边做安尼做好了。哦，这个部分，最主要、哦、做这个部分就是，你这里一挂拱啦啥有哦，你要做的距离要非常的注意。ABS 的，这 ABS 的感应线，哎，哦，接下来换组这个，方向机舵杆旁边再拉的这个，以及。哎、欸，这是塞，这是干那国产车，这是干欧洲车，当然咧听是国产车嘛会塞。嗯，这在有会买塞啊？哎、做咧真巧呢。是这方向机啊？哦。啊，你咧练手，敢有先算好啊？有啊。所以方向盘这么是假的啦。对。你这个圈数也是要计算一下。啊，无你等下嘛，一下搁定位啊。不啦，就是我知啦，卖差伤车就好啊。系啊。因为无你只手气，只咧搞了差伤车啊。啊，目前看起还好啦。啊，这换新了之后，这个都非常紧。因为这个逆光在拍很不好拍了，哦，请同学呢体谅。我阿怎么赶快去机落去叠叠？树兄这机救你来了。好，来大机的，由上往下的这一颗就插进去了。我总做这车卡，我那无做。诶，伊安尼这公差算做啊足少诶。嗯。伊这种台装诶，无安尼公差算做安尼算赞诶，足准诶。嘿，安尼准确度算会使。安尼即间个料会当叫。好，水，正。再搁小下拍者，安尼，好，是咩入去的？锁上，防水就尽量把它拍得非常详细啦。啊，影片很长，但是这拢是经典，这叫我拍第二个，我无想要拍。哦，所以这就是我防水咧摸索这种车种，你知道？而且六十号本身是感觉嘛袂歹。本身也很想去拥有，但是经过这一次，我非常感谢这位同学哈，把白同学支持和白同学 YouTube 做我当来第一跑，都恢复白同学较早的自信，白同学在倒下，你这样让我车卡给我做阵物件嘞，应该快要亮灯了。我跟你讲，随便直接换，直接换 ，OK， 好。OK， 头前应该还好，头前个五成的。这条，我看无啥有嘛。好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你也感觉会使拢换掉，哦。有时候店家帮我们在做东西吼，
咱嘛是爱较有自信的，你知道？一改工啊，啊头前就还好啦，头前，因为哦，我们在那个检查的时候，我们只看到外面那一层啦，但是你哦，你内底迄层咧叫的时候，你看无，你知道？我们来看另外一边，对啦，内底当中咧看无啦。来，它就是那个内侧已经快要到警戒线了，所以就顺便换啊。外侧的话，那个时候看是还好，但是内侧它感应深在里面，所以这是准备换掉。好，来，这个货来令片的刹车感应线哦，这个就是要跟那个一起换的哦。啊，这哦装这个，这那是德国大厂啊，上面 Telstar。哦，无少同珠哦，继续教的哦，安尼，好，哦，还原本的，就是你看这样子，安尼啦，哎我超侪哦，啊，因为这个它里面的时候，两边在磨损，你看不到，你知道，看不到的部分。你就是安尼，有无？所以有的时候，迄个啥，咧精力车有无？预算都会跑出来，会加出来有无？就是大概是这个原因。OK， 哦，然后前面的我们再仔细看一下，前面的就可以了，因为它是。刚好要去摸到那个感应线，这台尾那个抛光起来应该是还袂歹。哟，伊这个这平时抓咧，啊，这边当时才会开吼，啊，这个行先才会开的啦。这正常是拢偷偷调啊调。所以平常时停的，那要弄风开，我感觉做安尼真假好呢。啊，伊风扇呢？我风扇伫遮。唔遐，我全部做啥物款顶个头前个拆拆掉。对，我怎么咧看了这做真假薄呢？我知，伊这个抽风的时候会开开，啊，平常时关咧哦，迄狗啊，然后较袂跳入去啦。鸟嘛较袂起，应该是安尼啦。